你打开了角色的参悟面板，在此面板你可以规划并提升角色的能力。提升角色能力需要消耗经验，角色能力越强，道行越高，学习新能力消耗的经验也越多。经验值主要来自于日常修炼积累，历练中也有可能获得。你有一名修行者的心境出现了问题，心境是修行者重要的属性，不论修炼、突破、炼丹、炼宝都与心境息息相关。玩家可以通过人物面板中的行为模式来调节弟子的心境。
经建造观星台，现在可以通过左上角的太极盘查看门派风水了。风水以间接的方式影响游戏的方方面面，是门派建设的重中之重。当成功创立门派后，就可以在此界面派遣内门弟子外出历练，角色在历练中可以遭遇各种各样的奇遇，增强自身，创出名号，并获取珍稀的资源。